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共同疆域，空间探索是人类的共同事业。探月工程始终秉持平等互利、和平利用、合作共赢的原则。嫦娥既是中国的，又属于全人类，为国际科技合作提供了广阔舞台，为全球深空探索贡献了中国的智慧和中国力量。我们要继续敞开胸怀，深入推进多种形式的航天国际交流合作，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，完善外空治理，让航天科技成果更好地造福人类。